爸，我去扔个垃圾。好。七月，陆翔，送你的礼物。无功不受禄。那你就更应该收下了。你在考试前突击给我讲的那几道题，全部都考到了。哎呀，你别让我白跑一趟。礼尚往来。这些是我的手抄笔记，反正现在对我也没用。干嘛？你不要就还我？哪有送人礼物还后悔的呀？我还有，哈哈，江江，江江，来，我点了。哇，还。新年快乐。留恋昨天的遇见，记忆闪烁如梦光点，那些画面不曾心间，不必当作这是离别，未来心间要画美好如愿，知心的名字在跨越山海洋，为你幸福守望，用我所有来交换这梦。